特有意思，但是阿丽跟我说，她基本上没有跳过那个2019，是吧？我都没跳过2019，我也没跳过，你都没跳过，我天，2019是熬夜那个，你看五分钟，反正就是我们没跳过那首。为啥不常跳？熬夜下夜，2019都过了吧？可是那个，短春上电了，过了啊？那不会啊？不会，哎呀。做不对题笑死，我们对个人我特意去看了一眼当时这个，哎呀猫咪，他们两个好活泼啊，想跟弟弟拍照、嗯、对，好活泼，你去抓一抓，对，因为没有我这个危险问题啊，对，他很掉毛，你黑衣服就很，因为刚刚突然他就关了，然后就有点人就是说有点不行不行，再开一会儿，因为只有我一个小伙子，这个问题就有正确答案。对，问就是全部，我不会上灯，这个学生我不会灯。很上好，就那个上班一样点这首歌。你别和洋洋，天哪、我现在觉得他们好可爱呀，而且还很顺。手机掉锅里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锅不在这里，锅在那个桌子中间。来、在桌子中间。哇，看起来两个好大气，太可爱了。看起来嘴真的，他们晚上睡了，睡床上，跟你一起，然后跟我一起，你没看他心情，看心情好的很。我都有肌肉记忆，而且是不太好的肌肉记忆，就是我有走反过，差一点走反。好呀，谢谢 PS 张九四的奶茶。今天碰到他了。今天碰到，对，我只抬过一次人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只抬过一次人，然后因为之前没有抬过，然后说那天让我抬着，我有点慌，然后觉得好重。他跟我讲，你们演过哥哥 ，CSY 太重了，还真行，那里只有三个人。好好吃，好漂亮！我 DNA 不稳，这个感觉要开始吃了，我就扯了断。他经常在我吃饭的时候上厕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就是洋洋经常这样，我很奇怪，我哪有什么？我怎么？对，看这个是什么？小明点吗？哇哦！看，哦，什么东西掉了？哎呀！天哪！看见了一只小猫咪。手机。冻昏是下巴，真的冻昏是下巴。哇哇！没关系，那是一个打光灯掉在地上。有在里面。蛋黄酱，蛋黄酱好吃吗？特别好奇，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抖音上一个解说，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大改造、惊奇大改造还是什么来着？然后就是胖子变胖，然后变瘦之后惊艳众人的那个综艺。对，然后他们胖子都爱吃蛋黄酱，我都怀疑是不是蛋黄酱赞助的那个节目。好吃吗？我没有吃过蛋黄酱。很正常。这样，这个纠结卡住了。反正我已经有气了。我们这边会好多，因为调整了很多那个柠檬茶，还调整双皮。
再播一小会儿我就关了，我最好来吃饭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。虽然我现在已经吃了这么久，我还是饿。你不觉得是我的晚饭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天我就是体现出来，就是超级无聊。广播完下一首歌就关录，应该有三分钟还是四分钟？嗯。我们正在吃椰子鸡，在擦键盘吗？哎，椰子鸡是不是在广化？大家都很喜欢。基本上是，对，经常吃。对啊。因为很简单啊。哦、嗯。很简单。这个是感觉我们在擦双语哦，感觉我们。你那边应该是什么？我感觉经常就是约海底捞，嗯，妇女的镜，对，我就是这样子，就是。咱们打起来了，真的哇！肠粉试过了，我很喜欢吃肠粉。我第一次吃是在厦门。然后来人家上班可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很讨厌，是谁讨厌人家吗？我不是很讨厌人家，好想吃但是是一个人吃的时候是我爱你那种，我点的后面是我看那个就是白白的人家吗？哦，糖水对，突然就傻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在中餐到手应该点柠檬，我们都点了好几天了，而且我们点的就是他们。谢谢送各位吃柠檬棒，嗯，还蛮好吃的，确实啊，嗯，而且楼下是不是有甜品店？啊，糖水店，糖水店，应该是是的，是那边吧？那我来，这还真是。我们这边也在停吗？广州欢喜黛玉画的有优那个，黛玉应该都是有优那个了，对，然后都要上 MC 这样，就算上没有这首歌也会上优那个做 MC。 就是那个我在吃一个优那个说说什么的，我不喜欢这种黛玉的那个。是吗？我们的单子单上都是个少上的那个，不然就带了个金鱼。因为我后来就是广州现在二十。啊，这样啊！难道会只缺十六人不缺吗？现在如果太缺人的话，就是。对。但一般是原则上的。嗯，一般都是先洗认识那个，然后再到去。对，对。看来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。不用啊，不会，他不会跳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说，嗯，轮不到的，轮不到的。我觉得大概率他接替。我的位置跳，拒绝指教。里面有羊肉吗？广妈中心，没有的。广妈服装部，我在想零点是涮羊肉的味道。对呀，那把这首放完好了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了，不管我们就先不。快乐吃饭，快乐吃饭。我也觉得他拒绝指教挺适合的，反正比我比我适合。对。正式的饭来说应该是第一，但是之前。喝了两杯柠檬茶，毕竟是 H 的了。对，我跟他说你可能要挑拒绝指教之后，他没有什么反应，他说他还挺喜欢那首歌的，可能是在 H 队待久了，然后就觉得嗯，穿男装也没有什么，还挺好的。谢谢你的荧光棒。嗯，我觉得他不是小朋友装酷，他能跳酷的舞。那最想跳的是 Lami Lami， 我感觉。哎，我感觉这边有个好瘦，是的，嗯，是不是真的瘦
完美的不是，这个是因此不大。但饿了，多吃椰子鸡没问题，为什么？好像要。太难看了。我第一次吃椰子鸡应该是跟，是高位跟高位燃一起。然后我当时挺喜欢。对，不好吃，我觉得那家不好吃。我知道那家很在剧场，但是说到但是来广州，咱俩又吃了一次，我觉得好好吃。上一次你还记得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你伤了我的心。我记得你的螺蛳粉已经全被我送人了，还记得那天就是我吃撑的那天啊。问题不大，反正陆陆续续后来都送人了。你的一种枪。反向好，人非常的难过，这个是有迹可循的。我感觉我们可以广州来一下。谢谢逆光向日葵的奶茶。这个又让小云赚到了，真是。他已经在我面前听螺蛳粉送人，不在乎了啊！这样啊，啊，虽然我不好笑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选择原谅他。不能。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反应了，但是呢，哎，可以来广州。我的螺蛳粉至少去过五个女人的肚子，这么多的吗？东北不错，东北不错，是吧？嗯，我的，告诉别人吗？那时候我还跟他不熟，现在就是在工作。先这些，也可能有其他的，我想不起来。真是可怕，好像就是这样的。谢谢高伟然老古板的荧光棒。好啦，到时间了，我要关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我好像住不了。拜拜。就是不能上。因为广巴 要想我哟，就是很早酌情想我一下，对，不要太想我。我俩稍微啊，什么就不了？不行，那不行，必须要想我，不然就生气了。我跟杨雨欣，我这两天回放吧，还蛮快的，可以尝试一下，给我发翻拍。对，叫王日奇，小王，然后呢，我就。